现在这边有听到这种青蛙叫吗？以前这边应该有青蛙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因为我们做这个公园，反而青蛙都不见了。那青蛙不见了之后呢，蚊子就会多，蜗牛会有，对。哦，所以后来我们做好之后呢，慢慢的，接下来要把生物带回来。那最近有看到那个豆娘跟蜻蜓出现了。那豆娘、蜻蜓他们是肉食，他们会抓蚊子，不抓苍蝇。我说你现在在那边有多少有水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感觉这边有蚊子在叮你吗？没有。哎，没有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应该要有，可是没有那么多。我那后来这个做完之后，很多小鸟会在上面洗澡，洗澡哦。然后还有睡鸟会这样飞过来，停在石头上吃东西。然后有时候睡鸟会飞在空中，看到有鱼的时候呢，它就往下窜下去，它抓那只鱼上来。哦，这个是在以前没有的，它是移到出来的时候，就慢慢的回来。好像事实上以前都光秃秃哦，光这个围起来之后呢，哦，把我们台湾人关住了，对不对？限制在外面，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怕的地方草都很短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里面呢，哇，草长长了，然后很奇怪哦，连生活住者都觉得很奇怪。以前草都长这样，都没有什么植物，就一围起来之后呢，什么草都出来了，光都在里面。啊，我的。对，被我踢到是不是？哪里？我看一下里面。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植物蕨类，连蜗牛都有哦。太过来一下，你会踩到泰国里，因为我的中指的问题，所以我不能翻译。啊，不要踩。